怎么可能会自觉坟墓到这样？小 S 送医遭大 S 嫌弃，蔡康永还补刀。小 S 跟蔡康永宣布再合体，主持新节目《花花世界》，以揭开名人购物清单为主题哦。会邀请大 S 吗？哦，大 S 的那个购物单真的非常值得一看，因为他是我见过史上最爱买鞋子的人，尤其是他生了小孩之后，他真的买了好多好多废物。我女儿到他家之后，回到家就会说：“你看这个是姨妈送我的鞋子。”然后我就问我姐说：“你干嘛一直送我女儿鞋子啊？”她说：“因为我忘记这双我以前买过了，所以就只好送给你，就是送给女儿。”就是他常常会你知道发了疯的乱买东西。咦，那小 S 有没有回送姐姐啊？从他第一个小孩出生到第二个小孩出生途中，我都不断的说这是我女儿很爱的蓬蓬裙，这是我小孩很爱的什么东西送给他，然后他都会非常嫌弃的说，你的品味怎么会是这样？我不允许我的女儿穿这种型的衣服。所以你的小孩现在察觉到他们的妈妈审美有问题。可是后来我女儿现在长大了，她们就是已经有自己的想法。我不想要再穿上面有卡通图案的那种 T 恤了，我想要穿的跟你一样，所以现在她们就是会自己去找我的衣服，然后穿跟我类似的 style。你说穿折扇吗？这一件是我今天特别借来的 ，OK。我一直想在方向说，你这个吗？我给你穿。